连两场先发都对上水手，陈伟英表现依旧脍炙人口，即使对方补强了新朋友。一开始就三振水手新同学，陈伟英不仅直球是一绝，变化球也很有感觉。陈伟英前三局没失分，今三局下往本垒分 ，Machado 这一棒真感恩。精英先取得点，水手反攻也立刻上演。Morales 这一球打得够深远。虽然比数被追平，陈伟英的威力可能失灵，化解危机才有机会赢。Chased, oh my gosh, he will not want to watch that again.陈伟英状况真的好，直球滑球一对宝，水手打者被考倒，三振出局不会少。陈伟英全力压制水手打线，精英火力支援也终于出现，打底要挺的人就是Chen。Robinson Cano can't get it, base hit, run will score, and the Orioles have a 2-1 lead. Hardy delivers on a 3-2.精英打下关键分数，陈伟英也继续迈向胜利之路。他用104球主投 7.1 局，只失一分，只被击出五支安打，飙出今年单场最多的八次三振。陈伟英拿下今年第12胜，凭生涯单季最多胜纪录，同时最近五场先发五连胜，也是陈伟英生涯连胜新高。中场精英2-1险胜水手，领先第二名的蓝鸟 2.5 场胜差。民视新闻陈建军、郭雪成综合报道。